大家好，我是陈老师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跟着人民币去旅游。其实啊，每张人民币的背面都是一个旅游景点，那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，伊远带我们去的是杭州西湖，在这儿你可以一边划船一边欣赏美景。五元带我们去的是泰山，地点在山东泰安，泰山是五岳之首，值得一去。十元带我们去的是长江三峡，从重庆开始，有山有水有美食，太享受了。二十元带我们去的是广西桂林的阳朔，在这里拍张照片美极了。五十元带我们去的是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，美丽神圣庄严是人们对它的印象。最后一百元带我们去的是北京的人民大会堂。好了，快去打卡吧，记得给我发照片哦，拜拜。